老师说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轮绿仙子，同意的请划走，留下的都是真爱粉。天天兔拥有冰魔法，毒娘娘拥有毒魔法，白光莹拥有光魔法，一轮绿仙子真的存在吗？不要眨眼，现在我要教你做法啦。先来画一个 Q 版的白光莹。上色的时候需要注意，白光莹因为头发是两种颜色，衣服也是两种颜色，注意头发的边缘留出高光的部分，一起来欣赏吧。
剪出来。在每一个有弧度的地方剪出来，然后再用透明胶布翻过去。脚的位置先不要粘，放上棉花以后再给它粘住就完工啦。